看看你们亲密的程度，哎，有多好？举牌，哎，灯，嘴炮师徒党啊，嘴炮师徒，你是师还是徒啊？我是徒，你跟他学嘴炮，因为我们的贡献就是让大家开心嘛，然后就是那就让女生开心也是必须要的，对，要特别使命，但他对这一块特别会嘛，我就叫他师父啊，学了。对他很会嘛？那你感情的事情会问立冬吗？当然会啊。我来问他，他很乱。我这个我不会。然后他有说那个什么，要身为一个撩妹王，就是无所不撩。对，无所不撩，服务大众。我露露也可以撩。什么话？你讲的什么话？他前面少讲了一句，他不看颜值。这尊重哦。他要撩你。撩。OK。我在找一条路，哦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路吗？不会吧？我乱讲的啦！我啦，我乱讲的。休息一下。我以为讲的，是师傅教我的。我以为是别的啦。不是，他讲我很烂的梗啊。他以为你们会说什么爱斯的路什么的，爱斯的路或对路，然后不是万宝路。我在找我的露露，这样子就。怎么会这样子？我练好久，我练好久。身为一个撩网啊，就人家破掉你之后，你立刻燃烧，然后再伸出一个雕于无形。哎，我就说，哎，丰田，你也知道，我也在找一条路，什么路？我的林小路，这样。脏东西，不是，我是在教。他觉得甜，可是问题是，他有时候我教他的时候，有时候会碰壁。哦，不是那种碰壁，就是会被女生不喜欢。哦，比如说他有学一招，比如说，你知道我衣服脏掉的时候，会交给谁吗？交给谁？会交给谁送洗吗？不知道，衣服店啊。我会给你啊？为什么？我给你送洗，所以。好，两位关系了，你讲 OK 了。日本人讲这个有加分。同是苦命人呐。对，因为我是从比如说台中上来。哦，你也是孤儿。不是啦，所以哥，你让我讲，我们都是算有来台北打拼，那他都是不同国籍嘛，他来这边嘛。然后呢，我们外表上也有类似的相处。哪里？我就是因为我们是算是比较长得有劣势的谐星嘛，长得没有上那么好看。你不要把人家拖下水。那丰田，他是偶像。丰田他在 special 里面算是颜值最差的。他很帅。不会啊，他在里面，因为他们都很帅，很帅，很帅。丰田帅就是。不是靠外表，中上啦，还好还有下，至少有中上，真的有声音，至少对对，但是他是里面是算最不好，所以我们两个我看到他，我就觉得，哎，他也会被说长得不好看啊，所以这同病相怜，同病相怜，因为他们都有得过淋病，没有，淋雨一起淋雨，然后我们看。但是我们有一个，我们眼光很像哦，我们看美女的角度差不多。好，我们听不太下去，我们直接出题，请出题。第一题，我问立冬哈，丰田曾经交过几个台湾的女朋友呢？好，给答案。女生的朋友。女生的朋友。女朋友。女朋友。就是女朋友。台湾女朋友。女朋友。一位啊，一位，哪一位 ？Only one。就是。你去哪的台语？欧利亚一个出。你去哪 ？Nikita。Nikita。你的台语好好，台语好好。零。哎，你否认？哎，他是朋友啦。什么？因为我是外国人，就是交男生朋友其实很难的。因为。不想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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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零就是零，这有时候都会闹出大新闻，有没有？哎，对，这个可能哦。下一题，下一题，分开。好，来，请出题。点点，来，请出题。问张立东，嘿，丰田只演过一部电影，请问他电影里面演出？是哪一个角色？他有演部电影，有，真的假的？有，你有演？哎，讲出来，三什么角色？二电影一
蒙甲。丰田演蒙甲，他还没来台湾，因为我跟你讲，蒙甲会有很多那种群众演员。春风也演过蒙甲，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是其中一个，因为我根本没听他讲过啊，可能太丢脸，他也不想讲。我是哪里人？你是哪里？日本人。日本人。哦，日本电影。好，请看 V 下来。僕のお母さんは仕事が忙しくて恋愛ができないから。是什么电影？哦，我的淡男情人。对，我的林依晨那个。哎，啊，你演没有？真的？就这样？啊，就那两秒，这么短啊？你就演两秒？你演一句话？你演什么？一句话？你演的那个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我演日本男性的精子。日本男性，而且要日本男性就对了，而且日本人有台词的，对对，一句话。贵公司怎么愿意接这样的角色？不知道哎，难怪你不愿意跟我讲。这个没有什么，连我都丢脸了，要隐瞒这件事情。隐瞒很久。好了，拉开拉开了，来下一题。哎，下一题，我真的有点不敢问哎。有什么？好啦，请问跟丰田关系最好的女艺人是谁？啊，前面弄不干的呀。对啊，那后面怎么问下去呢？对啊，怎么办？弄不干的，怎么办呢？他这个欧丽爱够熟了。那就你去哪了？啊，你去哪？这样子，对，你去哪？真的，这句哪？题目变伤感了。哇，对啊，突然好伤感。两班，一二三，宇宙。哦，真的很伤感。整个宇宙都是啊。不是，因为我哦。那个宇宙，那个宇宙哦，因为我跟他是同一个公司，然后我也是住在宿舍，然后他也是住在宿舍，就 AND 啊，我们常常见面 ，AND， 而且他的个性很就很像男生嘛，就会很容易聊得开，就变成朋友。哎，这样反而我们不敢往下问。对啊，后面几乎都是这个一系列的问题啊。这什么问题？而且那再拉远，再拉远，来来来，再出一点。对，你不要故意答错了。没有，张立东回答，张立东回答。回答，拜托。丰田最近向哪一位女艺人要过电话？好，请回答。好，可是我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哎。没关系啊。他是那个 AKB48 的日本人，那个日本阿布玛利亚，阿布玛利亚，阿布玛利亚。啊，为什么有这个机会可以要？因为他有来上我们那个外景节目，然后呢，丰田就会用那种很日文很贱，就是感觉他们是用母语同乡人，然后聊，然后但是其实他也没有很贱，他真的是同乡人。对啊，那聊完，因为他们就一直聊，一直聊，一直聊，聊到最后，我就发现哦，他们其实已经在聊到就是要 line 还是要电话，就两个单子。对对对对，没有，搞不好聊完之后是拿账单给他。这是刚刚跟你聊天的费用。哎，来来，先讲一下阿布玛利亚他的事情，我不知道他的电话，但是我有私讯给他，就是哎。我们外国人嘛，就是私讯给他代表有他电话了。哎，那个就是 I G 的，对，互相追踪就可以了。我也辛苦，你也很辛苦，在国外，所以就你有什么问题，对啊，这正常啊，这样就这样 ，OK， 没有电话。那他有什么问题问你，能得到解决吗？你自己这个时候。台湾女艺人真的不到五个，五个，那我就她是其中一个。哎呦，丰田怪怪的。丰田加油，丰田。下一题，张立东，我们要问那个丰田了，问丰田了。好，丰田，请问张立东，至今为止绯闻对象曾经真的对谁动过心？哦，对，动心过。真正的啦，嘿啦，好，来，都是哈拉的，哪一个是真的？女艺人很多，哎，林丹跟那个林小璐都在现场，有没有？丰田要看你跟我的默契了，真的是哈，我有点贴近你哦，十里之内不留母狗，就张立东，我有点贴近你。来，答案，好 ，LB， 嗯，谁 ？LB，LB 对不对？出外景的时候，他常常出外景，老婆，来亮答案，是不是 LB？ 来三，哎哎，卖哈拉，不可能，没有，不是。贴近他了，因为我跟丰田一起讨论过，我们最欣赏的，马上就要去修复去，张立东，来安全之球，好不好？两位嘴巴弄满刮胡泡 ，yes， 鲜奶油，鲜奶油，对，可以吃的，鲜奶油，鲜奶油，然后呢，啊，又传球是吧？不用不用，你就两个互丢。丢到脸上，丢到脸有黏住，吸住两颗，两颗就两颗就粘在上面就可以。对对对，要不然就要一直玩了。好，来来来来来，
鲜奶油。我太习惯了，这个有一点职场性骚扰。对啊，没啦，哎。哦。这个真是惩罚，这个很容易粘住啊！你看，嘴巴含住，嘴巴含住，那你也低一点，嘴巴含一下，含一下哈。那不要吃掉哦。麦克风，我躺不下，我先来这里好不好？真的没有。麦克风。好 ，OK。对，好。因为是踩到你的脚。好，来，嘿，交到你手上啊。哎，两位有一个距离，有一个距离，慢点，好 ，OK， 一边，好，丢好，好痛，好，哎，没中，不，哦，是不是要用抛的啊？用抛的比较轻。失败，可以失败。但是要脸。补补。那既然都用，它里面还有一球会滑进去了。小心。你要吐出来啊！对，来。哦，是有是有，真的有。张立东。你要丢给他，你要丢。OK， 吐出来，成功。补补。再补，不够，先来一点，不够再补。OK， 吐给他，感情多好，你有没有看到？感情太好，接好。哎，吸住啦！哎嘿，打到鼻子。张立东在走。哎，补。张立东在抖，要跑，你要跑去接张立东，跑去接。跑不动。一二。他们两个感情真的很好。感情没有话说，真的。感情很好。